一滴全新力作豆豆呱呱找来李光洙、金宇彬、都敬秀、金鸡帮四位好友一起到乡下种田，最新释出长版预告引发无限爆笑。金鸡帮先是透露李光洙在自己的手机昵称是大骗子李光洙，透露他一天到晚都在骗人。这时一旁在努力种田的光洙让金宇彬笑称他现在这个行为也是骗人的，让光洙气到不行。在拍摄时金宇彬不是穿皮鞋配 polo 衫，就是穿着衬衫搭配牛仔裤现身，让全场的人都傻眼。他解释这是对观众的礼貌。到农田时李光洙好心劝，在我看来你现在最应该换的是衣服，你好像是 CG 进来的人，让全场陷入爆笑啊。